今天吃的是热干面加小笼包。我好像已经有一个月没传视频了，然后是因为我搬了新家，还有工作的原因。大家看我后面背景都不一样了。然后就是因为我搬新家了，以前我住的是比较靠中心区，然后比较贵，比较小，比较破，然后我现在选择在郊区，偏郊区的地方，然后比较大，比较便宜，然后比较干净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废话然后我今天又说然后了，我今天在楼下买了这个热干面和小笼包，特别便宜，热干面是5块，然后小笼包是5块。我今天是中秋节，然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！今天真的是今天刚录然后就立刻发的，现在也不是早上，是中午，然后但是我就是挺想吃热干面加小笼包的，然后我吃了。大家月饼节快乐，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月饼，反正我们公司是没有发月�饼的，我是自己去超市买了一个3.5块的月饼，然后打算晚上如果月亮出来的话就吃一块。然后现在喝的是维他奶，然后吃这个，可能还会加一点老干妈，那么我就开始吃了。吃完了，然后大家可能发现我为什么眼睛往这边瞄，然后因为这边是我那个电脑显示器，正好在放那个最近我挺喜欢看那个黄磊和那个海清演的那个小别离，我觉得挺好看，然后我刚刚就一边吃饭一边往这边看，一边吃饭一边往这边看，然后就眼睛会往这边瞅，然后这次可能录的比较仓促，然后又说然后了，不要再说然后了，下次会录的更好的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，然后喜欢我的话就关注我，投币我，投币我，然后就还有什么评论我，就这样了，拜拜，大家月饼节快乐。